这个用这个，把那个木先点着，两个锅都得着。别急别急，再点再点。着了。哥，你可以扇扇风。扇扇咋扇？吹。着了吗，哥哥？着了着了着了。你看他们都在生火，我觉得生火肯定很慢。你相信我，非常好生。 你以前干过这个？那当然，我牧区长大的嘛。哦，生火很好生的。哇，哎呦，你这个声音很专业啊 ，baby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准备的材料现在够了吗？够了。我给你把蛋打了啊。 哎，你咋把我火给干了呢？不是，我帮你准备好啊。你给我留点火，我就会这个。你还要摊饼呢，你没时间。我不会摊饼，你别干我的活了，baby。我把蒜下剥了。你有拍一下吗？拍一下再包就特别好看。它这个有点那个，巨好包，有点老，你都不用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大家要先回到座位上，哦，回座位上啊，哦，回座位上啊，还回座位呢。哎，时间太紧了，我就不切的那么仔细了啊。 我快成烟熏的了，烟熏猎豹。我先把肉给切了，我给抓一下，我觉得这些肉够了。对对对，生抽。第一组的时间还剩最后10秒，给你把柴添上，再搞点胡萝卜吧，好看一点。 切一半儿，我上啊！来来来，你先洗手，快快快，上！你把蛋打了，然后把那个笋放进去，然后摊饼的时候放点盐。摊饼是什么？天哪！这个肉是不是要切一下？切完了，切完够了。肉切完了是吗？ 我干啥来着？我都忘了。去生火去。我生火吧。啊。这边挺旺的，这边挺旺的，你小心一点，你不要用手。雨琦，哎，拿这扇着。给我。没热呀，没热，没热。往里面加勺，加竹子，再添，没事儿，不要打火。一直添吗？一直添。你来把肉先炒了啊。这爆不了，现在还温度不够，就完全不够。 先扇，然后火起来。它火现在已经起来了，现在火挺大的了。生抽，加点盐，加点米醋，提鲜。看比比，比比以前唱歌之前是，厨师是吧？ 行了，我们没问题了，我们，哎，这个味儿是对的，对的，这个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来来来，我把它拿过去炫耀一下。哎哎，给你们尝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味儿。哇，但他们已经出一个菜了。哇，好吃的，尝不尝？我不尝。哎，学会做生鱼片。 油还没热啊，嗯，这锅还没有完全热。咱现在从长计议，先把菜弄一下。你现在就下一轮要做菜，咱那鱼在哪儿？第三组还剩最后10秒钟，火热了吗？啊，快了，来得及，还有一轮呢。